LIN 电工机械110全年度第一次模拟考第26题，直流电动机故障排除。第26题题目，有一个同学在做实验的时候，乌龙丝开关时常在跳脱，怎么处理？我帮大家找了两个影片，连结放在下面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。当乌龙丝开关跳脱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先故障排除。当故障发生时，乌龙丝开关会跳在中间。故障排除完之后，你这时候往上搬是搬不上去的，要先往下搬之后才能往上搬。所以这一题答案为 C， 谢谢大家。